我的厨艺值六元，他本来是厨艺170，就值六元。会想要有婚姻的，可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这个可以不用给我压力。虽然是说我每次在工作的时候，我都会很想要拉回属于自己工作的东西，因为这对我来说比较重要。可是如果有人在关心他的话，我也很开心。周雨薇自认厨艺只值六块，曾被催婚吴康仁，不用给我压力。我想咬的应该是他吧，老许吧，老许应该，他会看着我。哦，好，对对对，说真的，如果要咬一口的话，他是可以。怎么可以聊得这么认真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，雨薇。二女驾到，邵雨薇、林美秀这一次在新片中，两人将叠对叠打斗心机。那我们就预定当一家人喽。你跟杀人案件有牵扯，就会给我们家造成麻烦。我没有杀任何人。哇塞，国民妈妈美秀姐真的好坏，现实中的二女们是不是也坏得牙痒痒呢？讲人家坏话就是啊，如果以日常来讲的话，真的是。说嘴的时候就会比较就觉得好像自己好怪，我的距离感应该会让人家觉得蛮恶，是吗？因为你长得漂亮，有的时候跟老公吵架真的想掐死他，跟我那个做菜那场戏一样，真的很想掐死他。婚姻啊，不婚姻，就是一种陪伴啊。那要维持这婚姻有什么秘诀？没有我觉得就是沟通吧。我有一个很支持我的婶婶，虽然我常常也是想要掐死他了，可是他脖子应该很痒，可是他真的很支持我，而且他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，会想要有婚姻的。可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这个可以不用给我压力。恋情是公开的状态，但不是就会关注对方的状态啊，这样你会觉得困扰？不会啊。虽然是说我每次在工作的时候，我都会很想要拉回属于自己工作的东西，因为这对我来说比较重要。可是如果有人在关心他的话，我也很开心。都谈到婚姻了，俗话说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。剧组甚至开600,000高价让邵雨薇、林美秀去学厨艺课，不知两位现实中的手艺如何？我的厨艺值六元，他本来是厨艺170，就值六元，但是做戏很。OK， 实际上我们真的有去学，连那个握寿司啊那些全部都有去学怎么做，怎么捏，把它捏得很像就是一个三角饭团这样。它最狠的是它鲨鱼，那个骨头跟那个肉要分开的时候，你的菜刀划过去之后经常。对，会想要有回应的，可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这个可以不用给我压力。我的厨艺值六元。